temps au centre-ville.邊個？唔係喎，我唔係去咗台灣啊！我冇去台灣啊！嚇，做咩事？做咩事去咗台灣啊？我冇去台灣喎，我仲喺香港喎。俾咗啦，而家就咁啊！依個咧就係美國領事館啦。咁啊，佢之後咧就係會去呢個嘅。哦，俾我哋影個旗海，我哋要先行啊。咁應該係會最終點就應該係加拿大。你咧，你係啦，你佢阿劉華，你咧同好。啊！依、這個咧就係、社工界罷工嘅，應該係第三日啦。咁咪罷工咧就應該係17、18、19號都有嘅。Hello！我冇去台灣喎，邊個放流料我去台灣啊？邊個放流料？邊個放流料話我去台灣？係嘛？沿途咧都有好多警察啦，非常之重防啦。非常重防，防暴好多，但是呢都算礼貌的，可能就因为这里多领地。好啦，这里呢红灯我来照过，他们都没什么说我们。有毛OK， 没问题， OK， 没问题。交给我。今天旗海就刚刚好过马路了。我找毛，我拔咗，有毛交俾我，已經拔咗啦，大家放心睇 live 啦，毛已拔。
跟 follow 同老婆去日本，系啊，佢哋咪去咯，唔系我去喎。啊，就算我去都唔系去台湾，去日本系嘛？如果佢哋去日本嘅话，跟埋佢哋嘅话，何来台湾呢？何来台湾呢？啊！你张相放喺 Facebook 衰咪？我冇自己放张相去 Facebook 喎。吓、啊！我据我所知，我只系放咗军火佬个对话，唔似军火佬，阿厨房佬对话上 Facebook 嘅啫。我冇放其他嘢，我亦都冇放我自己张相。好啦，我递高个 cam 啊，可能会听唔到我讲嘢啊。咁依家就應該等緊下一個出嚟啦。我知有毛啊，啱啱遞高咗部機咧，所以拔唔到。依家拔，依家拔。記者朋友行先啦，我哋喺度等。可以，記者可以錄去翻個邊。好啊，對面咧都有人噶啦，而家咁我依家咧就可以拔一拔毛先啊！拔啦，拔啦，拔啦，會拔噶啦，會拔噶啦，會拔噶啦，忍耐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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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揾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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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盡係揾緊，哎得有。系搞掂，搞掂，搞掂，拔咗，拔咗，拔咗，放心，拔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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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啱啱举高咗部机啊，所以咧拔唔到啊，咁但系系正常嘅，系正常嘅，咁啊对面咧你见到咧有一大队人马，就系、是、第二队嚟嘅，
好，跟住我跟埋佢啦。睇喺边度先？咦，咁应该系真系呢度喎，喺呢度啦，喺啊，啱啦，喺呢度啦，喺呢度啦，冇跟错，冇跟错，冇跟错，你睇路先到得，系，其实系，都话唔系去台湾喎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！咁其實我都遲咗嚟嘅，我都遲咗嚟嘅。如果有人俾賺啲毛，咁佢哋都係毛，唔係啊，唔係啊。喂，等咗你成個鐘喎，我喺度，我行咗兩個鐘唔見你啊，扮曬嘢。有麵包冇麵包冇麵包，咁多防暴，其實算係少噶啦，已經，因為始終係。領事館的地域啊，算是小防暴，同埋啲防暴都不出聲，唔講嘢啦。但係其實是嗱，即係三日嚟講咧，我覺得今日係堅好嘅，玩曬咁多個領事館，咁啊，你好明顯咧係 call 嗰啲警察出嚟啦，但係佢哋又冇得做嘢啦，咁都係一個好好嘅行為嚟嘅。著腳好翻美味。啱啱先睇完醫生，發覺有少少隆，同埋少少爆咗傷口，但係冇乜問題嘅，唔需要再聯針，但係有少少爆傷口，有啲隆啊，清一清隆，跟住再過底，再過幾日啊，睇下點。入嚟呢度係想俾我哋玩啊，其實係有啲，其實咧我點都想講過嚟，因為啱啱去睇醫生啫。講過嚟原因咧，第一大原因咧係想揾毛。因为拍这些外国东西一定很多很多毛入了来的。很多很多超多。你的袋子太大了吧，咦，即是你在现场。即是你在现场。你在现场就不如过来斗一斗我的袋子啊，好吗？我们互斗好吗？青龙头青龙蛇。这个名字青龙知道吗？左青龙你说的。啊其实我哋好中意咧，即系影某啲东西或者出某啲 pose 咧，引晒啲毛出嚟咧，或者唔系五毛一男士咁咧，一次过拔晒佢哋，一次过拔晒。呢个街口啊，话喺国难救援见到我只脚，系啊，喂，嗰个医师系坚好嘅。我数一数咧，我所有病症咧都系喺右脚嗰度，左脚系冇事嘅，啊，唯一系左脚同右脚脚板底都系有呢个足底筋膜炎。其他都還可以 ，OK 唔 OK 先？咁同埋即係譬如話法國啊，關於啲法國警察嗰啲 pose 啊，我哋係好有策略性咁樣引曬啲毛出嚟嘅，見一個 ban 一個，淨係嗰只腳嗰幅相咧，我已經 ban 咗不下一百條毛噶啦，係真係喺法國嗰時坐咗喺張台嗰度，對個陽台啊，委任證都拍個片俾大家睇啊，不停咁樣喺度拔毛、拔毛、拔毛、拔毛，拔咗差唔多一百條毛。基本上每日都有新的毛出現，每日都會生啲毛出嚟。但好明顯咧，毛嘅生長速度，就算佢哋用機器做啲毛出嚟都好啦，佢哋都唔夠我哋拔得快。因為啲毛咧，其實係要整到自己嘅 account 好似真 account 咁樣，先唔會俾 Facebook ban 啊。係要一段時間成長一個新 account， 成為一條真毛。咁但係咧，我哋拔咧係撳一個掣嘅啫。他们要生长一条新的毛出来，我想是要几个月的时间，所以我们的成本是很低，而且他们的成本很高。就算他们用程式用 program 开毛开新 account 生长毛都好，都是不够我们拔得快。所以你看我们其实 live 是没什么毛，因为真的我想不会生得太快，也不会 有生长的速度可以快得过我们拔毛。我们停过一点看看成个楼下哦，成个楼下 OK， 成个楼下，咦，我可能要过一过对面添。咦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过一过对面影。
可以的話，過一過對面影。如果唔係影唔到嘅。哦，我又企喺呢個位度先，我應該係會比其他記者會好少少啲嘅個位，應該 OK 嘅，應該 OK 嘅，應該 OK。好，點解接棍啊？啱。有冇配鞋墊？有啊，但系足底筋膜炎咧，系因为行得太多路，搞成咁嘅。啊，揾到啲好嘅角度啦，好嘅 angle 啊。咁啊，呢一度咧，咪冲灯冇冲灯，黐线，啱绿灯嚟嘅。呢度咧就系、是、就系、是、成哥楼下啦，成哥楼下。好 ，cam 咦系喎 ，cam 唔喺度咩？咁另外一個大隊咧，就喺左手邊嚟緊啦。有啲匿機，匿機正常，因為呢度地方始終高樓大廈多，發射站啊，有啲即係擾射嘅問題啦。喺啲啊，點講好咧？嗰啲波長 wavelength 經過啲高樓大廈擾射唔到入嚟，嗰啲問題係 physics 問題。總之同埋呢度嘅人數係好多啦，咁一定係會窒窒地。好，喂，行咗过嚟嘅喂，我真系估唔到佢哋会行啊！真系，哇！鬼佬几只挡大。企到噶，我都用之前有嗰啲只，但系有个再靓啲嘅，再轻啲嘅，我搵唔到，我唔知。但系贵咯，成千兼连埋支脚加成千几蚊。我呢只脚有5000啦。呢只脚加5000，哇！大户嚟个屌乸星，5000蚊支脚架。我屌乸星，净系呢支啫。好。咁啊，嚟翻呢度啦！好似打機爆拼咁啊！喂，正常啦，呢度始終都算一個嘅核心地域。每次嚟到呢個場開 live 咧，都係會想壓水分。同埋呢度咧有個廁所咧好好，又少人去又乾淨，但我唔會話俾大家知道。你去咗污糟啊？係啊，唔係同埋咧最緊要嗰個廁格咧好撚大啊，然之後可以掛個背囊上去咧，完全唔需要墊地。你知喺邊度啊？噴水池。噴水池。嚇、啊！拉咗四個喺邊度啊？邊度拉咗四個？今日又係拉人咩？星火出事啊！話洗黑錢凍結咗7000萬。哦。拉咗四個。嚇、啊！咁嗰啲人唔喺呢度啦。嚇、啊！陣間睇睇先。不是，其實老崔可以好多嘢都話你洗黑錢嘅，其實我條數唔啱咪洗黑錢啊？係啊，但係就算係啲壞壞，好影埋佢哋先。
過嗌一下不了不了，我係唔會話俾你聽正確嘅位置喺邊嘅，因為秘密水花地點。咦？佢哋未必夠位過。哦，佢哋應該轉呢邊。呢、這個鏡頭開始飄忽啦嚇，冇計，冇計，因為呢度好窄，其實呢度好窄，係咪唔係咁知佢哋行邊？不過咧，如果佢咁樣凍結七千萬咧，其實都係與民為敵嘅，只會激發到更加多嘅事情出嚟。我想其實很多很多律師咧，良心律師咧，我想不收錢都會幫，堅嘅，真嘅，唔係講笑。咁當然啦，都有律師需要養家嘅，我可能要求全部免費，但係良心律師係真係多，因為始終讀得書多，識得明辨是非啊，咁樣咯。咦，起嗰個架咯，終於，我俾大家睇一睇啊！十七號嗰陣時咧，仲有得個地基嘅啫，未有一個全部嘅架。先講緊啲現金券哦，我啲現金券有小事啦，現金券小事，點解小事啊？七千萬好似好多，得佢係多嘅，但係現金券係小事，因為點解咧？現金券咧，都係講緊食飯啊、買嘢嗰啲咧，其實 OK 嘅。總有方法填得飽個肚，爭在係救人嗰啲錢 keep 得到就 OK 啦。咁啊，依度三層啊，四層啊，三層半嘅台。咦？佢哋行到去邊啊？咪行唔到過嚟咧？佢哋咪行唔到過嚟咧？啲起咩度？十七號開始起噶啦。本身呢嚿有冇？要口罩自己攞啊！過嚟。好。他哋行翻去嗰度啊？會唔會加拿大同咩我話？需要口罩你自己攞啦。哦，係喎，去咗加拿大喎。個人私隱啊，自己。你又喺度？飛鳳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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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度？五道走道。五道走道。五道走道。啲電腦比較窄啲咁，所以咧我睇唔到你哋 comment 啊，我機直接對咗喺後邊。嗰七千萬咩機構？誒係咪 confirm 個星火先？因為我啱啱睇緊醫生，我睇新聞啊。我嘅最 update 嗰個宗數係去到馬鞍山陸運會。搞學生咩人去得陸運會難山咧？馬鞍山啊，今朝冇拉人，其實佢一班細路喺度 check ID 喎。細路唔使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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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細路唔使操。大人肯罷工，細路唔使衝，啱嘅。但係對於我嚟講，應該係錯。如果佢哋罷工，我都應該係要翻工。咁但可惜我係九歲，所以佢哋搞罷工咧，我係要翻工影佢哋。买复诊啫，冇乜嘢嘅，个睇医生冇乜嘢，复诊啫，复诊啫。
有白狗，有白狗，啊，好似啲肉幾好食添啊！上去定咩啊？系咯，入咗去，入咗去，我哋收唔到。影相位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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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影相位喎。警方直播講洗黑錢 ，Oh no， 冇得睇。好好嘅影相位，咦，好多 OL 喎，好多 OL 喎，我翻去睇下，我翻去睇下睇下个消息先啊！啊，我冇得睇，大家有得睇，我冇得睇。哇，呢个系靓位喎，因为有风喎，吹起晒啲旗。我入咗，我入咗游行队伍入边添。中九唔好嘅喎，欢迎嘅行队啊！我哋一班社福界朋友有社工啦，有职业治疗师啦，有物理治疗师啦，亦都有少数嘅幼儿教育嘅朋友啦。我哋今日咧选择咗哦，出翻去先，我哋最终行咗埋嚟。都唔放松，我哋呢度咧已经系第八个站、第九个站啦。我哋系寻求国际嘅支援。国际的关注，希望呢引起国际关注香港的人权的问题，人权的问题啊，人权啊，公义咧系。哇！呢度嘢好睇，呢度嘢好睇，呢度嘢好睇，摆翻个靓位。呢度嘢好睇，有嘢睇，摆靓位。
你睇到噶嘛，你被設備噶嘛，係咪先？安全咯。安全咯。個人要識保護自己啊嘛。咦？點啊點啊？商討完未？商討完未？都是商討緊個代表幾時出嚟接信，或者邊個位置接信。旗手閒角，哎呀哎呀，撳錯仔啊！白衣一個，旗手跟住後邊，藍旗黃旗各一。
睇下流動連龍牆先啦，俾大家。我係靠左邊行。聽佢哋講應該最後一站啦，加拿大啊！快點啊！多運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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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太远了，太远了，太远了。到時候臨盤一腳咧，可能企歪少少或者側身到，不過冇乜所謂嘅，其實唔係話太過緊要。哦，係啊，今晚好似七點啊嘛，今晚七點集會，愛丁堡，有冇記錯？好，我哋系商讨紧啊，企边个位置。
陣間會點樣點樣傾一啲嘢咁，我估啦，因為全部都係今日全部領事都係咁樣同佢傾。冇錯，渣打，好啊，渣打，好 OK。渣打，渣定外應保，冇事。我想睇一睇，大家上網睇一睇，唔好信我講，因為我唔記得咗嘅，我都。外應保，外應保啊！哦 ，OK， 唔該曬。外應保啊，外應保。上咗右手邊啦，他的麥克喇叭做得不好，我講解一下他講緊啲乜嘢，應該收唔到音啊。佢係想引起國際關注啦，注意香港政府嘅一啲行為啊，嗰啲嘢。整翻鏡頭尾，壽終正寢，正式玩撚完。係嘛？話唔好意思啦，應該遲咗啊嘛。即是中間有些問題搞到遲了來，不好意思。仲有一個，早是他们游行耽误了，所以有个领事不是这个时间。
唔係講緊我遲咗，係佢哋遊行遲咗，你哋誤會咗。就喺呢度，就唔去荷蘭領事館啦。佢話：如果去荷蘭，我飲起啲唔好嘅嘢，應該有諗起荷蘭叻啩。我估嘅呀，應該唔係嘅。我估。記住，我哋揾間適當嘅鋪頭，坐低飲杯水，食個飯。揾間適當嘅鋪頭。喺愛丁堡廣場見。哦，7:00愛丁堡啊，冇記錯，真係愛丁堡。7:00愛丁堡啊，火夫是愛我的話，真的很變態。你們是這個現場直播，這個現場直播，這裡就是交易廣場第三座，亦即是加拿大領事館那裡。剛剛已經拎了信了啊，大家證明沒有，不是由頭開始看，可能中間來看。好了，7:00啊，愛丁堡，7:00愛丁堡。咁啊，距離而家咧仲有少少時間，佢就呼籲大家去找一間適當的鋪頭坐低吃個飯。咁我諗應該暗示緊一啲係黃店啩。啊，提一提大家，今日咧係其實另外一個有一個國難救援嘅分數，就係一啲咧，我撳緊出嚟啊，我撳緊出嚟。我揾唔翻。有佢喎，有佢喎。鬼佬係識中文嘅 ，fact check 咗。我可能要搏咪喎呢度。條頸都算係咁嘢啦。Thank you.
咗我哋預期嘅，咁亦都多謝各位市民嘅支持啦。咁所以其實喺行人路基本空間上係不敷應用，其實我哋都要求到警察係需要可唔可以俾一條嘅行車線，讓我哋嘅遊行人士能夠去疏導疏散，亦都唔會對交通造成阻礙啦。不過叫做警方開頭都會堅持地開放呢個行車路，堅持我哋係翻去條路上面。咁但係我會覺得就大家都是咁樣做法，就我哋人人又多又散去，又一行人路，咁大家都會，大家其實達唔到大家想要嘅目的咯。咁最尾經過我諗係警方嘅努力啦，又經過遊行人士嘅努力之下咧，咁啊警方開咗都開放咗半條嘅行車線，讓我哋去讓我哋去叫做疏導呢個人流咯。因為我哋同荷蘭去聯絡過嘅，咁但係因為原來應該佢哋都接近呢個假期，咁我如果我哋了解就應該似乎荷蘭嘅領事館就都冇人排工，提早咗嗰個假期，所以我哋就去到呢個荷蘭嘅領事館。我諗呢個我哋白委會都要再商討下，因為睇下都究竟係同工今次嗰個成個罷工，我哋有咩嘅反應？對於亦都睇翻，其實政府對於我哋嘅訴求、業界嘅訴求，對於香港市民嘅訴求嘅回應情況係點？再有下一步行動咯。咁當然呢一階段，我哋仍然都係講緊呼籲同工自組喺自己嘅行業、自己嘅單位去自組工會或者關注組。當我哋要準備就緒，隨時係當有行動嘅時間，係可以隨時去響應咯。我三日嘅罷工咧，好似真係都係有人參與啦。其實對白社嘅話，就已經係冇咩影響。我見到人嘅影響唔係好大，反而係少咗人嘅影響，真係。當然我哋三日嚟講嗰個人數，我哋預計都出嚟嘅同工人次，我哋預計都應該都有5000嘅人次嚟到三日嘅我哋嘅行動當中啦。當然你話啊，係咪對於嗰個服務係咪會造成好大嘅停滯，而代表係示弱？我覺得呢個就係話我哋社會工作者第一，我哋罷工，但我哋不停工，即係我諗好多嘅同工，即使今日可能佢係罷緊工嘅，但係當佢嘅服務使用者有緊急嘅需要，其實佢都會履行翻佢社工嘅崗位同社工嘅職責，咁去處理翻佢工，處理翻佢嘅對服務使用者嘅負責。
我諗呢個即係一個巧合偶然啫。咁啊，中英聯合聲明35周年啦，即係我諗其實都係配合翻我哋成個罷工委員會嘅三日罷工行動。今日我哋講嘅係連結，而我哋今日希望係連結世界嘅國際情況，關注翻香港。而今晚嘅我哋晚上嘅集會亦都係講緊連結，即係我哋連結緊喺用罷工連結緊點樣唔同嘅同工啦、唔同嘅職工或者唔同嘅僱主，甚至係點樣我哋話堅持才能見到希望。咁其實今日係配合翻我哋嘅大會主題咯。咁又有冇有咩一個跟進你哋嘅遞信嘅？睇下呢啲時工你做啲咩嘢香港方面？咁我哋希望就係、當然係繼續一啲制裁嘅希望就係講緊話。主要都是促請這些國家就住香港一些人權的狀況去關注，或者就住一些警暴、濫暴或者性暴力的情況去做一些關注，做過違法行為的人士他們需要為他們的行為去負責任。好，謝謝大家。一擰住面見到 OL 喎，靚靚 OL 啊！好，行開一陣先。今晚7點啊，愛丁堡啊，我哋走先啊，陳友善。陳友善，唔緊要。啊，你及時，你有時間，你唔係你冇時間，你冇時間就走先，唔緊要嘅，呢度應該完噶啦。咁啊，睇下先，7:30，對下鐘數先。而家咧就6點，大家仲有一個鐘嘅時間咧嚟依度。睇下先，咁啊，食埋飯，跟住去愛丁堡啊，差唔多啦，放工時間嘛。咁啊，通常都係嗱，閒日咧就係要翻工啦。咁啊，通常啲人咧就會去咗集會先。再去吃飯的通常都是這樣、但是如果有些人可能遲放工的話呢，那就真的大緊鑊了，都預了。去香港呢做集會遊行在閒日做呢，其實一定是麻煩的。香港人的翻工的決心是很大的，真的。不學似得外國好像法國那樣，只是星期一至五搞罷工，星期六都會搞的，都會搞，但係當然啦，影響又好細嘅。其實始終唔使翻工啊嘛，佢好中意一開波就搞幾日罷工，就係星期一至五，係嘛？我都應該會去放飯啦。咁其實都係唔會話點樣咩放飯時間，因為其實都有少少其他嘢做，咁啊純粹有時間食個飯包個石咁嘅啫。但應該唔係叫爬，應該唔係叫食飯，應該叫爬飯。或者叫爬瞓咧，我哋叫做啊，你係咪嗰種爬瞓啊？要食落口嗰啲嘢，唔知咩嚟嘅，唔知咩嚟食，有嘢食啊，食塞咗落口就算啦，叫爬瞓啊，唔係爬飯。阿蛇，睇下升波單嘢先啊嚇。咁其實我又唔會話太過，因為點講咧，唔會話太過擔心或者太過灰心。點解呢？因為大佬啲律師讀咁撚多書，大把計仔啦。即係以我所知，佢唔止呢啲咁小型嘅方法，仲有其他古靈精怪嘅方法，其實都唔喺度講啦。大家拭目以待，睇下佢哋有啲咩方法。即係諗下都知啦。咁一大班充滿智慧嘅人做埋一齊，唔係咁易可以打得散嘅。是不是我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正经吃餐饭，我都想爬瞓。那他们应该散了，我看到一些大媒体都熄了机。7:00应该爱丁堡可以见得到我，因为没什么问题。大家如果早到的话就可以霸回个靓位，还有都插一插电风暴机。不過仲有好多電，其實應該夠捱嘅。除非佢今晚個集會啊，搞6-7小時嘅啫。如果唔係，都應該 OK 嘅嚇。同埋唔使擔心嗰4個人啊，星火團律師團隊嚟噶嘛，應該係救得翻佢出嚟。應該用最好嘅方法，應該 OK 嘅。好啦。
好啦，好啦，我而家熄机，搵啲嘢嚼嚼完之后咧，我再去爱丁堡。好啦，拜拜。